走走，哦哦哦哦，你的刹车没有锁，怎么一直出现呢？Hello， 大家又见面了。哦，天气难得放晴，是不是应该要来去钓个鱼啊？好了，今天一个行程，我要去找土豆。哦，土豆，我跟他已经三四个礼拜没有见面了。哦，说实在有点想他。哦，土豆本来跟我一样在桃园厮混，但他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哦，搬到新北去了。所以等一下就是来找他钓个鱼，叙个旧。啊，我个人喜欢钓鱼，除了享受重鱼跟捕鱼快感之外呢，其实它不失为一个跟人联系感情的方式哦。有叫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新北跟桃园的距离说实在没有很远，所以今天就来诠释“乐”这个字。好，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出发了，拜拜。而且我还带了一个很凶的帮手，一起来惩罚他们。好啊，现在这个出来。哦哦，一定要出来的、哦，一定要这个，一定要出来。哦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没错，而且要干杯。对。老板，你怎么跑那么快啊？等一下。嗯。呵呵呵，那个脸感觉超硬的。哇 ，OK， 准备钓鱼，好了，出发。啊，钓组组好，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钓组。今天的钓组打算使用这个不打龟钓组，超作弊，超作弊钓组。然后它钓组配置上呢，是一个三克助头器，加上一个八字环，最后接一个三号的旗咖，旗咖后面接着今天的主角甲虫毛钩。甲虫毛钩在基隆河应该是所向披靡的必杀鱼。等一下，刚才 Ray 不黑下去，好像有点感觉，我感受到我的消化系统的末端正在暖机哦。等一下，我可能要去轰炸一下马桶哦。哦，很滑哦，没出哦，小心哦。早上才下完雨而已啊。哎，这个细子溜滑梯，可以母汤哦。我比邓家华还滑。我跟你打，哎，刚讲就你打，大哥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好，没事。哇，我这边跌到地板。大哥，我们走还是走草上好了？我们走草上啊。这个细子溜滑梯。哦，这边很滑，一样很滑，还是要一步一步踩，跟人生一样，踏实一点。Are you OK？ 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刚刚。都是安全的下。哦。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看起来像是无锅鱼跟达阿提的混合体。哦，这种都放着给它飘就好了。走走。哦哦哦哦。哦哦哦，那个刚转弯哦。等一下，出手出手出手了。要不要脱裤子？我锁很紧啊，回不来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绕过你，我绕过你，应该是咬了，应该不是扒了尾巴吧？这感觉回不来，你看回不来了。你的钓组已经出去了。对，钓组像变了新的女朋友一样，回不来了。你看，超弯。超弯超弯，带错杆子了，不该带这个东西的。我出去了，感觉是八道。感觉八道还是什么大鱼呢？因为它游的方式，它是往外游，所以我觉得是八道。我已经用毛钩了呢，可以八道。毛钩会八道吗？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八道。以我多年来的经验来看，应该是八道。我回来，八套了，难怪那么冲。我想为什么我的助头器直接被带不见了？索性开箱一下，好爽啊！啊，知道一定要带，这网子一定用得到的。来，回来，过来，哇！我不是故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哎、欸，里面有没有乌鱼子啊？有的话，我们拿煮来吃。你假的啊？当然不要啊！我想说你讲的话我会信吗、啊？乌鱼、哦，好肥哦，肥了，炮弹啊！
823的炮弹。好了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有爽哎、欸，有爽哎、欸！哦，钓艇逆流而上哎、欸！中鱼了吧？这些是中鱼的、哦，啊，是我、哦、是我中鱼了，又是你中鱼了、啊，有点超不太通，应该是，对，是活口，绝对是活口。我觉得是活口，活口也爱吃橡胶玉米哦、喔。哎、欸欸、不是，哎、欸，好大只哦、喔！哦，好大只的乌龟鱼哦、喔。45哇，这个可以吃两顿了。那我帮你包回去。不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捏泥巴，捏泥巴，捏捏捏捏捏。导游，你不是网子吗？我网子哦。没有网子。你的网子在你屁股后面，他觉得很孤单呐、啊。对，我都忘记了。掉到忘了。太死哇、哦，好大只哦！靠、哦，这只我们来个现钓现烤吧。我去帮你准备炭火，还有餐具。比较好。哎、欸，好大只哦！来个帅气三连拍。各位，我们来更改一下钓组。我刚前两个小时钓得非常差，连个鸟毛都没钓到。但是呢，我刚刚这边观察，我发现说他们吃的专业度蛮高的。什么叫专业度？就是只吃那个形态、那个样子、那个永成的饵。所以我就把我钓组更改了一下，大概像这样子，哦，一样是助头器，八字环，但是席卡边看端大概只有20公分。最后呢，钩子钩上红色的，因为我看里面那个排水沟里面有一些红虫，所以他们可能会以这个为食。再，我发现他们也会吃从出水口排出来的塑胶微粒，所以我们就将计就计，红虫加塑胶微粒直接 combine 在一起，不相信他不会吃。走，我。哦，出呢，看钻洞了，打阿姨哦，不知道是打阿姨还是什么、啊，哦，我冲啊，冲啊，我必须当蜘蛛人了，我现在在这个峭壁上面，自己钓的鱼。你那乌鱼子应该很肥的，肥哦！哇靠，这个大头哥啊，还正吃哎！哇，劲到家啊！哎呀，哇，粗呢？好粗哦！粗呢？哇，这样看就好。哇，这个肥呀、啊！哎呀，正吃正吃！哇，正吃哎、欸，夸张哎，这样也行，爽。哇！哦，谢谢谢谢，一个雄壮威武的时间就有了。定杆定杆，我跑我跑。哇哇，这是胭脂红啊！哇，刚正要娶媳妇，就给我拉起来了。哇，很红，那婚姻色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是不是看起来很重金属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完全用飘的，什么事都不要做。哇、欸哦，这样也有、哦？我就用一段卵虫那样子而已。一段卵虫那样也有？哪招啊？没有手机，没有手机。蓝色的，不错。哇、哦，好漂亮哦！漂亮。哇，这好漂亮哦！也是很漂亮。哇，这边好多货哦。而且很大只哎。哦，蓝色的，看起来好可口、哦。这个头超高，青藏高原还高啊！这头超高的，哇，真可爱耶！我以后有个水族箱，我就把它养起来，漂亮。赶快出一堆啊！先把它带回家放水桶养，等到有水族箱再丢进去。不然我妈生气，她现在严格禁止我养任何动物。哦，走，远点，哇，哦。哇，吹了呀！这是乌鱼哎、欸，哦，
好冲哦！哇，快不行了！快！啊！给你塞饼了！哇！要帮我洗脸了！哇！超凶的！哇，看好粗哦！吃到这样穿过去，哇！都是这样吃到穿过去，太凶了。吃到嘴巴上，哇！哎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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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鱼，好了，谢谢你。哇，好了，我吃饭喽。钓完鱼就在吃大餐，哇，这个真的非常的爽。现在在我对面坐的是人称钓虾界的经济吞噬者土豆啊、哦，今天非常谢谢他的招待啊。土豆刚刚点了五份羊肉，一切到现在应该累计25份羊肉了，看太屌了吧？羊肉好吃哎，来吃吃看一整坨羊肉是什么感觉啊？闻一闻。哦，好像很骚呢。开炕，开炕，开炕啊！等一下，还想叫我刚一大口塞下去，王八蛋，好烫啊！真的没办法。每次吃大口羊肉都是爽，但是这个羊真的太骚了，有点像是吃你三天没洗的袜子一样。你就觉得太骚了，越骚我越爱呀。现在感觉我嘴巴里都是那袜子的味道。你的袜子还是谁的袜子？